对不起，我没能体谅你，害你过得那么苦。没有了寒彻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所有一点点的成就，全都是因为你我才有的，对吧？以我对发展的了解，他不太适合这个颜色，而且这个……那是，比起了解方汉臣，我们都不如你呀、啊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以后方汉臣的衣服啊，都你一个人负责得了。麻烦给两位嘉宾一件大件外套啊！好嘞，长没长眼睛啊？餐厅背景那么暗，你给他整一件黑外套，能看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出去了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干嘛？怎么回事？这谁啊？哎，男嘉宾服装怎么回事？我就出去这么一会儿，你就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。对不起，导演，对不起，方老师，我们没有别的备选了，但是我可以回酒店去拿。你意思让我整个节目组等你一个人吗？要等2个小时吗？